万华分局龙山派出所于111年12月18日20:30许，接获民众报案称，于辖内西园路一段上有打架情势。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，现场为刘南等三人殴打许南。经了解，为许南与刘南间有债务关系。当日刘南等人欲至西园路一段上卡拉 OK 消费。进入后发现许南在内唱歌，认为许南有钱唱歌没钱还，便要许南至店外商谈。后双方一言不合，刘南等人便出手殴打许南，许南不愿提告。警方询后依聚众斗殴罪嫌，将刘南等人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如有债务问题，应行正当途径调解处理。切莫因一时冲动，以暴力相向，且没有拿回，反遭法办。